One, two, three. You could be my white knight.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存在，就像孕育了丁真的礼堂。我的大地火热但也寒冷，西岭雪山的冷在于用最寒冷的温度碰撞出炙热的心跳。咋啦？30度温差，5000米高茶，历经春夏秋冬，穿越平原、森林、草甸。我在2155米的地方，3250米了。自然赠我无限风光。第一次看日出。也与我惊奇满身，想洗个热水澡。哇，天使！但咬牙坚持过后，你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都会在终点如期而至。原来从小浸润梦境的窗含西岭，既有远观的安逸，看日出呀，更有此时站立的磅礴。这里是四川，我们在这等你。